我们看这题目，五位高中学生的身高 x 单位是公分，与体重 y 单位是公斤，它的数据如下。第一小题是求体重对身高的回归式。好，那首先我们计算身高这五个数据的算术平均数。那么我们是这五个相加除以5，我们可以算出这是170，单位是公分。接着我们求体重 y， 这五个数据的算术平均数。那么这是这五个相加除以5，我们算出这是62，单位是公斤。那这时候我们要求回归式，我们要去制作这个表。那这里呢，我们是用168减170，这是-2。那这里是169减170，这是-1。那这里是170减170，这是0。那这里是171减170，这是1。那这里是172减170，这是2。接着这里呢是58减62，我们得到-4。那这里是60减62，这是-2。这里是61减62，这是-1。那这里是63减62，这是1。那这里是68减62，这是6。那接着呢，这里是这两相乘，所以得到这是8。那这里是这两相乘，我们得到2。这是这两相乘，我们得到0。这里是这两相乘，我们得到1。这里是这两相乘，我们得到12。那这五个数据我们把它加起来，我们会得到这是23。那这里呢是这-2取平方，这是4。那这里是-1取平方，这是1。这里是0取平方，这是0。这里是1取平方，这是1。这里是2取平方，这是4。那我们把这五个加起来，好，停在这里。那这五个加起来呢，这是10。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求回归式，我们要使用这个公式。我们分别求 B1 跟 B0。那 B1 呢，在这里分子这部分呢，就是这里23，我们把它填入。那分母这个部分就是这里这10，我们把它填入。所以我们算出 B1 这等于 2.3。接着 B0 呢，这是 y 的算术平均数，这是62。去减掉 B1， 我们算出这是 2.3。那去乘以这 x 的算术平均数，这是170。那么我们经过计算，我们可以算出这是等于这是-329。那么回归式，这 y 是等于这是 B1 乘以 x， 然后加 B0。 所以我们可以写下这体重对身高的回归式为 y 等于 B1， 这是 2.3 乘以 x， 然后加 B0， 这是-329。 所以这里我们写减329。所以第一小题我们算出这答案是 y 等于 2.3x 减329，这个答案。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第二小题，若身高单位改为公尺，是求体重对身高的回归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将公分改为公尺，那么这会变成是 1.68， 所以变成 1.69，所以变成是 1.70， 所以变成 1.71， 所以变成 1.72。 所以呢，算术平均数会变成是 1.70， 单位变成的是公尺。那 y 不变，所以呢 y 的算术平均数呢一样会是62，单位是公斤。那这时候这个表呢，我们要重新制作。那这里我们加上小数点，
所以这里呢是 1.68 减 1.70， 我们会得到这是负 0.02。 那刚刚呢这里是负 2， 所以因为单位改变，这里变成是要去乘以 0.01， 好，所以我们会得到负 0.02。 所以同理呢，这里我们会得到这是负 0.01， 这里会得到 0， 那这里会得到 0.01，那这里就会得到这是 0.02。 好，那这地方呢这是不变的，所以这是负 4， 负 2， 负 1 6。 所以呢这栏位这是这两个相乘，我们会得到这是 0.08。 所以刚刚这里是 8， 现在变 0.08， 所以一样呢去乘以这是 0.01，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写这里呢一样，或者是这两个相乘也可以，这是 0.02， 那相乘这是 0， 那相乘这是 0.01， 那相乘这是 0.12。 所以呢我们把这五个数据加起来，我们会得到这是 0.23。 那么这里呢是这个数据取平方，所以我们负 0.02 取平方会得到这是 0.0004。 那这里负 0.01 取平方，我们会得到这是 0.0001。 那0取平方这是 0， 0.01 取平方，那这是 0.0001。那 0.02 取平方，这是 0.0004。 因此呢这五个数据加起来，我们就会得到这是 0.001 这个值。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带入这公式里面去求值，那这里呢分子是 0.23，那分母这是 0.001， 所以呢我们相除，我们会得到这是等于230。那 B0 这里呢不变，这是62，那减掉 B1 呢现在是230，那乘以这 X 的算术平均数，这是 1.70。 所以呢我们算出这值跟刚刚会是一样的，这是负 -329。 所以呢我们体重对身高的回归式，这是 y 等于 b1 乘以 x 去加上 b0， 那么我们就写下这答案是 y 等于这是230乘以 x， 然后加负 -329， 这是减 -329。因此呢第二小题我们回答这答案是 y 等于 230x 减 329， 这个答案